太湿了。我的呀，它速度好快，它就进去就打碎了吗？它还没落下来就打碎了。这个分量蛮脆的。是啊，这个又比较脆。其他的这个 EVA 都打得这么厚了，打出来都是这样的。这个也等一下寄给那个大连的还是青岛的？青岛。青岛的，这家是大连的，是不是？这个打得像棉花一样。那纸它打的有什么用吗？我不知道，它有很多废纸嘛，废纸它就打成这变个棉花了。